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，因为一个人可能感兴趣的东西可能对另一个人不感兴趣。然而，这里有十个可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趣的地方，人生必去的十个城市。Top 10，纽约市。这座城市总是充满活力，是世界上一些最著名的标的所在地。Top 9，伦敦。凭借其丰富的历史和丰富的景点和活动，伦敦是一座永远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市。Top 8，巴黎。光之城以其令人惊叹的建筑和浪漫的氛围而闻名。Top 7，罗马。从斗兽场到梵蒂冈城，罗马到处都是历史地标和文化景点。Top 6，悉尼。悉尼拥有举世闻名的海滩和充满活力的夜生活，是一座总能提供令人兴奋的新事物探索的城市。Top 5，东京。这座城市是古老寺庙和未来派摩天大楼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混合体，一定会让任何到访的人惊叹不已。Top 4，洛杉矶。好莱坞、比佛利山庄和迪斯尼乐园的所在地，洛杉矶是那些热爱娱乐业浮华和魅力的人的终极目的地。Top 3，曼谷。这座城市是一个文化大熔炉，可以为所有到访的人提供一些东西，从充满活力的市场到令人惊叹的美食。曼谷是一座您永远不会忘记的城市。Top 2，开普敦。开普敦拥有迷人的海岸线和壮观的山脉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。Top 1，威尼斯。这座由运河和桥梁组成的城市就像童话中的场景，是任何想体验意大利魅力的人必去的地方。